今天我们来看被减数数位上含有零的三位数的减法，计算301减164等于多少。首先，我们把这个式子用竖式的形式写出来，301减去164。先来看个位，个位上1:4小，我们发现不够减，需要退位。可是十位上是零，没有办法借数给个位，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十位需要先向百位借数，百位上的数是3，也就是3个百。从它这里借走一个百到十位，那么这一个百就变成了10个10。此时十位上也就从0个10变成了10个10。现在个位就可以从十位借数了。我们从十位上借走1个10，此时十位上还剩9个10。我们把借到的这个10给个位，于是个位就变成了11。11减4等于7，我们在个位上写上7。十位上9减6等于3，所以我们在十位上写上3，而百位上2减1等于1，因此百位上应该是1，所以这个减法最后的结果是137。301减去164等于137。